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医道，然后此影片本组同意此影片播在 FB 上面给全世界人观看。胰岛有胰岛素和升糖素，然后胰岛素如果过少的话会造成低血糖症过度，过多会造成低血糖症，过少会造成糖尿病。升糖素可以那个将那个调节那个血液的浓度，就是把甘糖转换成葡萄糖。胰岛素可以降低那个血液浓度，把血糖转换成甘糖，或者提供细胞利用。胰岛素分内有五种分泌激素的细胞，然后有 B 细胞，然后它主要是分泌胰岛素。对，那个字念贝塔。贝塔细胞。贝塔细胞主要是分泌胰岛素。阿巴。那个字念阿巴。阿巴。阿巴细胞主要是分泌胰岛血糖素。伽马。伽马细胞主要是分泌生长的胰岛素。皮皮细胞分泌胰多肽。等一下。要回答时间，等一下。